去哪儿了？买个地瓜吃都不行吗？你最好放聪明点，别跟我耍花样。到头来受罪的只是你自己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这就是那姓洪的军官你住的大院吧？守卫这么多啊，很难下手啊。今儿周几？周三。跟上他，总得给我一把枪吧。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快说，德义堂的人要结婚了。谁啊？谁要结婚了？看把你紧张的，不是张向北，是王铁。王铁，他跟谁结婚啊？听周飞说叫石榴，以前是石花馆的。石花馆的？嗯，他们德义堂的人和城西的周大棒子开战，就是因为这个石榴。德义堂的人真够义气的，还有那个王铁也是个好男人。哎，我明天去参加他婚礼，你也一起去呗。我才不去呢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又耍脾气了是不是？人家张向北才不理你一次，你就放弃了呀？再说了，人家不是刚死了爹吗？哪有心情跟你谈恋爱？哎，以前谁跟我说过，女人不能太上杆子来着？那不是以前嘛，现在不一样。去吧去吧。嗯，走吧，进屋坐。行。怎么才来呀你？这不来了吗？宝贝儿，想我了？你又兴师动众的，这不是为咱俩的安全着想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死了能想你，想你，你小贱人。干什么呢？
接杀了我算了。谁说我要杀你？我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。你还真瞧得起我？你还？我做这行这么多年，杀的街头人有数十个，我很了解你们碰上我是什么心情。你和一般街头人不同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很想活命，而且还打算从我手底下逃脱。像你这种人没那么容易死，你在你的家乡肯定还有很多牵挂。错了，我就一个人，我没有任何牵挂。你错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是给哪位姑娘买的？你告诉我，红军官下午车开去哪里了？凭什么告诉你？不告诉我也行，但是这个漂亮的妹妹恐怕就要活不成了。这就对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啊啊啊！杀我，你还差点意思。行了，别那么失落，还得做事呢。红军官每隔三天会与他的情妇相会的日子，地点你帮我找到了，是福来宾馆。咱们三天后动手。今天下午我已经开了枪，三天后兵会越来越多，你很难得逞。我没得逞，被士兵打死了，你不很开心？好了，戒指还给你。枪你别用了，我替你保管。兄弟，我接托人当中，敢用枪指着我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哎，冬梅。哎，七哥。冬梅，我正找你呢。德义楼啊，有个小兄弟叫王铁，这两天要结婚。六爷呢，本来是派我去送份礼钱，但是码头上突发了一件事情，必须我去解决，所以这件事想拜托你去，去一下。啊，那我去合适吗？啊，没事，六爷吩咐过。另外，你见了张向北啊，你转达一下六爷的意思，就是有什么困难呢，一定找六爷，六爷一定帮忙。嗯，好，我一定转达的。辛苦了。王长棍子，今天朱九兄弟出院，朱哥来了。好好，跟我一起接的。王长棍子呢？王琴呐，你怎么哭了呢？大哥，神棍被人砍了。被人砍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昨天下午，刘海龙干的。他不让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在医院呢。
走，去医院。和秦十六小姐的婚礼现在开始。好，哎，这假洋鬼子谁弄来的？是大和尚的吗？这叫潮流，咱铁哥必须得赶潮流。哎，我今天还铺的红地毯，还请的二人转，咱们中西结合。那就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好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看看新娘子漂不漂亮啊？想啊！咱们就有请新郎揭盖头。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十六姑娘做你一生的妻子，从此不离不弃呢？我愿意。大点声，听不见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爷们。十六姑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王铁先生，从此以后为他洗衣生子，一生不离不弃呢？愿意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们请上交杯酒。好，有请新人交杯。朋友们，我们共同举杯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好，来来，让我们一起干杯。恭喜铁哥，谢谢大伙，让我们祝福一对新人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哎，小子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你俩得亲一回啊！哎，朋友们，要不要亲一个？哎，对呀，来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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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！哎哎，那啥玩意儿那是啊？能亲脸蛋吗？对不对？不能亲脸吗？得亲嘴儿，亲嘴儿，来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你能不能亲王铁？来，我来。哎哎哎哎哎，雷子干嘛呢？起什么哄啊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叫？一起来嘛！哎哎哎，回家回去。你来啊啊！你来说说，他俩自己来啊。要对你俩来来来啊啊！你死吧你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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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嘴儿，来亲一个，亲。亲一个啊！哎，有请一对新人入座。
特殊的日子里呢，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二人转表演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人转演员登台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！今天呢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啊，是哥跟嫂子大喜之日。小哥俩呢给大家唱一个二人转，祝愿哥哥嫂子白头到老，早日生个大胖小，祝愿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吃好喝好。来，有请乐队老师嫂妹。请拉倒吧，气氛冲呀！来，今儿个你们俩新婚大喜的日子，海龙哥替你们很高兴，我呢就祝福你们永结同心，早生贵子，早点生个胖小子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哥。敬你们。向伟，我没少喝，喝完呢我就先回去啊。我走了啊，你们慢慢喝。谁也别坐，我走。好，快来哥，走。没事。来，喝酒来。你是来喝喜酒的吗？啊，是的。那您里边请吧，我给你安排位置啊。不了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你们酒楼的老板张向北。啊，您稍等。美哥，有位客人找你。好，你先去忙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您是？哦，我叫冬梅，是金六爷派我来的。金六爷听说今儿个你这儿有兄弟结婚，所以派我过来道个喜。啊，也祝福新婚小两口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我们其实和金龙爷并不熟，难得金龙爷还想着我们得一堂兄弟的事，真是太感谢了。金六爷说过，他跟你爹张远堂以前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这也是应该的。还有，金六爷让我给您带个话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情，就直接跟他打一声招呼，他能帮的就一定会帮。那就麻烦您帮我们谢谢金六爷的关心了。好，向北啊。干啥呢？你看你过来都等你呢，你。你跟人聊什么呢？谁呀、这是？啊，您有事您就先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放送您。啊，不必了，留步，再见。早上会。来。来了。小白兔，爹，你吓我一跳！穿这么漂亮，准备上哪儿去？我不每天都这么穿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啊，德一楼今天有人办喜事，听说王铁结婚了，是吧？是吗？爹，你不是不同意我跟他们来往吗？那今天麻烦你。帮我到德一楼跑一趟，给王铁送份喜钱去。他早就把帖子下给我了，我没空去。我拜托你去，劳驾，谢谢。行吧，
勉强给你跑趟腿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啊，你穿成这样了还没准备啊？那准备完了还变成什么样了？都成了新娘子了都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得得得，喜酒时间快到了，赶紧去吧。我去了，爹。记着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我去了。师傅不行，师傅不行啊！啊，谁呀？啊，谁？啊，飞哥。今年高兴，杨儿，杨欢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来晚了，走。哎，哥，高兴，高兴，当大哥了，必须的，请你喝酒，来，坐这儿。嗯，恭喜。嗯嗯。哟。谁呀？这是。你看向北，咱们三番两次的给他面子，他也不识抬举。你今天这么漂亮，他肯定会动心。我今天又不是来看他的，我是来喝喜酒的。啊，好好好。你俩说什么？怪你什么事儿？啊。十六，恭喜你，谢谢。来。我敬你一杯，石榴。恭喜。哎，好，谢谢杨欢。少喝点。没有啊。杨儿，咱们两个喝。啊。嗯，我来喝。喝什么喝？谁？你少喝点。嗯，飞哥说那燕子飞了，飞了还能飞回来啊？打定。嗯。哎，向北，我敬你。休息一会儿吧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我要休息也不用你扶啊。不是花儿，那天的事我是真喝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说啥。那第二天飞哥才跟我说的。你说这喝酒酒后说的话不算数，别让我记性。你想要不生气，那你得表示一下。你说吧，怎么表示？你去那儿。我上那儿干嘛呀？不过去算了。把手放下。你腿并上。给我唱首歌啊！你给我唱一首周璇的。周璇是谁呀？周璇。不认识。哎呀，我给你唱，你跟我学。看，预备，走。天涯呀，海角，迷呀迷之音。我不上，你跟我学嘛。我看你唱的太好，我根本就不是个。切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天哪！
喜欢上你了。向北，早点睡吧。向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跟我爹因为张叔的死有很多误会。可是我了解我爹，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他肯定是有苦衷的。向北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花儿，我不了解你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，这还不够吗？我爹是被人陷害成汉奸才死的。他的死因我必须查清楚。如果我和你爹之间仅仅是误会，那早晚会消除的。现在给我点时间好。我给你时间，我等你。谢谢你，能理解。花儿，花儿，我终于娶到你了，花儿。花儿，我们终于结婚了，你高兴吗？先生，你有点什么？给我来一桶汽油。汽油？汽油这可是禁卖品，现在抓得严，恐怕卖不了那么多。
花儿。花儿。向北，希望这一夜你我说过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杨欢。你不说你今天不来吗？去哪儿了？这个饭店的面条吃的我实在恶心，出去吃了个饭。明天是洪副官和他情妇相会的日子。什么时间行动？什么时间行动你别管，你帮我搞一身不赖病馆无声的衣服，明天中午交给我。任务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解决。但是你别想开溜，杀人不用，但是我需要你帮我逃脱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傻。现在才回来啊？啊，昨天晚上太晚了，杨二非得让我在他家住，我就在他家住的。杨二非得让你在他家住？嗯。酒喝多了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嗯。没有没有。好，赶紧回屋里去睡吧，反正我让张妈给你炖点鲜藕汤，能醒酒的。谢谢阿爹。没喝酒还想喝醒酒汤？
枪放好了。放心吧，我都放好了，在三楼的一个柜子后边。干得不错。如果你我不是街头关系，我真想你做我的搭档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你去租一辆黄包车，在福来宾馆侧厢楼下等我。你想从三楼跳下来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怎么？三楼挺高的，即使你摔不死，也得残废，你怎么逃脱呀？你特希望我摔死吧？好了，你去准备吧，咱们下午见。曾经。